当你打开包装的时候，看到燕麦棒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亲切。所以，当你打开包装的时候，看到燕麦棒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亲切。有一股说不上来的亲切感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Thank you.
Thank you.